在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的前的广场啊所架设的室外的3对3的篮球场地呢，进行的第5届2019年亚洲大学篮球3对3锦标赛呢，在金门盛大的举行，而且晚上就好像一个演唱会也好了哈，或者像一个表演啊也好哈，就有那个气氛在哈。对，那到了晚上，甚至如果搭配那种乐团的演唱和穿插着进行哈，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尤其暑假天气好的时候。没错，把传统的这个街头的3对3哦，却搬上了现在的这个国际的舞台，而且未来列入到这个东京奥运的这个正式的比赛项目。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3对3的游戏规则的设计，也让整个比赛啊，的张力跟紧张度提升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兼具这个不管是娱乐哦，或者是这个游戏跟高竞技比赛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融合。对，也有可能哦，一开始呢，黑色衣服的蒙古国立大学是先投进，这是一个外线球，对战的也是马上5号的陈雅也投进了，这是一个1分球。哦，这一场比赛，两队防守都非常紧啊。接到禁区的反勾，对，拿到球之后呢，白色衣服的云南师范大学对战黑色衣服的蒙古国立大学的比赛。啊、蒙古国立大学在去年参加马来西亚的亚洲大学3对3获得第5名。另外，蒙古的体育学校的男子队呢，曾经获得2017年的冠军，亚洲的冠军。所以看起来蒙古推展3对3哈，还是蛮不错的哈，而且蛮重视的。身体的碰撞很多，他们也喜欢摔跤啊哈，下盘都非常稳了。哦，连续利用阶梯掩护哦，给完球之后的阶梯掩护去制造空档。哦，他们对于这个三人小组的一个投射的这个空档的制造是有一定的这个训练度，知道身体碰撞会很多，他们也不着急、哦、对啊，所以现在蒙古国立大学保持稳定的领先，云南师范大学身体碰撞非常多，让他们的投篮命中率也下滑。云南师范大学的身材体型是比蒙古好一些，因为比较壮硕，但是以整体的灵活性、技巧跟战术的应用哦，看起来是蒙古这边哦是比较训练有素哦。投篮的犯规，所以哦是推人犯规，在出手投篮之后的犯规了哈，所以是球权落在了蒙古国立大学这边，并没有罚球。哦，又是一样，13号是他们的主将，而且又会做掩护哈，是在弧顶圈的这个进攻，对，他们模式还有这种方式。对，转身，云南点出来出界，是黑色球衣的球，蒙古国立大学出界，蒙古国立大学球。交叉这一次，这是13号是他们的主将上篮得分，目前保持稳定的领先4比1。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拐子啊！哇，这两队你去看到这个打球多么凶悍！哇，这个球打到前面这边鼻子或者哇，这个是一个大拐子。哦，不过还好并没有打到脸哦，打到胳肢窝，比较是骨对对以下这下，对，还是很疼痛，哦、很凶悍啊！这个女孩子打球，4号的陈瑶罚进了1分，罚球1分呢也是算1分，对。好、哦，这时候13号的主将没有在场上哦，蒙古国立大学看如何稳住，让他休息一下，等一下要快就要上来，陈瑶再次制造了犯规。也是要罚球，也是认定是投篮动作。哦，这个推人的动作是过大了。陈耀那个切入，造成蒙古国立大学一个打手的犯规哦。云南大学的7号的罗飞在3分球大赛呢是打进了决赛，我罚球蛮稳的哦。是，这也是一种得分方法。哦，结果造成了失误，对。蒙古国立大学13号没有在场上，有点不稳了，差很多。对，
南追成3-4，再把13号换上来。这个切攻速不错，我面对常人，对，这是一个矮个子帮高个子掩护之后的一个在篮下的控防，所以并没有在高度上面有优势啊。对，陈瑶现在已经得到了三分了，使得云南现在追成了4-4平手，连得三分了。对，陈瑶身高身高也是87公分，187，对。身高上面的一个优势，云南师范大学的体型都非常好，187、175、175、175这个平均高度非常高，而且重点是他们的体型非常壮硕，体重都有这个75公斤以上，甚至有80公斤的。哇，身体碰撞不输对手哦，很凶悍的。罗飞刚刚在三分球大赛呢，也是晋级到决赛，这个都有后续的这个肢体碰撞啊。不过我觉得这些球员也算蛮享受这样子的一个高强度的对抗啊，也没有真的会有什么火药味，但是就是不断的去有这个肢体的这个对抗在产生啊，习惯习惯。陈瑶这个刹不住车了，这等于在打摔跤一样。比赛的时间还有6分53秒，现在两队各4次，到了第7次的犯规就要罚2球。对，长板重要的一个外线哦，这边有火药味起来了，火药味对。6-4，蒙古国立大学再次领先。再干扰了陈瑶的投篮。对，我觉得这样球裁判可能要盯紧一点了，不然后续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产生了。这个大家动作越来越大了。八号非常的凶悍，这个、蒙古国立大学。要过人太难了。蒙古这个给完球之后的掩护，其实都有这个双手打开哦的一个掩护犯规的动作，卡位做得很好哦。又抓到进攻篮板，可惜出界是白方云南师范大学的球。云南师范大学球。他们好像很习惯的身体碰撞，是，所以不管倒地或者有没有犯规，或者对方抓多重，没关系，我就马上专注啊，下一个球我就要也做好，也没有太多的 complain 了，对，因为对方也可以这样子碰。是，陈雅犯规，他这个这一场球完全是考验裁判，我觉得裁判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这个碰撞的这个球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的云南师范大学团队的第5次犯规。看到女子的比赛碰撞的相当多的一场球赛，但是蒙古他们就是专注哈那个节奏时间。碰撞以后就马上就爬起来，对，再做抓到了，哇，进攻得分最好的方式，这个卡位太重要了。蒙古现在利用比较快速的进攻，把这个分数又慢慢的拉开来。对，11号的选手现在刚刚首次的得分 ，Minji。阿猫，云南师范大学请求暂停。这种这样碰的碰撞的这种斗志意志力哦，让对手真的很累哦。对，你去看到这样球哦，蒙古的这个几位女生的这个身材体型明显的比云南师范大学来的瘦啊，结实感觉。但是他们是更有，我觉得这个力量上面跟速度哦是比这个云南师范大学更好，而且他也不怕跟你去碰撞。对对，他很享受这个。在碰撞过程当中去抢球的快感，下盘也是很扎实，对，这样，重心都留得非常好，核心也很棒，所以你不太容易一下撞开他，是，而他又马上又可以启动来去抢球，很快，罚进的也是1分，所以现在比分来到8-4，11号的Minji得到2分，哇，漂亮，马上有人帮忙补位。反应非常快，又来了，这空切倒地，坐好在地上还拿到球，是的，哇，他们的对手会很累，很难缠，压下来没有犯规，要起球交出来，很熟悉规则，是节奏也很快，对，这个球就
推出去了，进攻犯规了。是，其实蒙古队他们的掩护都是有在这个犯规的边缘了，所以我刚才前面讲，他们守护的动作太多了，这个球。哦对，最后还有那么一推，后面的动作都不需要。对，如果很浅是 OK 的。第一拍的碰撞，其实裁判是忍住了。对，又来了，哇，漂亮，哇，太急了，不容易了，好不容易打到篮下，其实可以再稍微慢一点点哦。对，跨步站稳之后是也可以哦。哇，非常黑白大对抗，哇，很难讲，黑无常对白无常，反攻突然放个冷箭，投篮的一个空档哦。陈瑶，空档慢一点，对，总算了，对。陈瑶得到四分，我的防守马上要压上来。七号跟十三号，又来一个外线，哦，外线的跳投，可惜。篮板罗非拿，罗非有外线球，对，可以出手看看。陈雅。做动作压球争球，对哇，争球是防守方的球，没错、哦，这个球被抓到了，对，摩罗巴塔也振奋，十三号、哦、判断的非常好，来自蒙古的朋友，身强马壮，他们在乌兰巴托，成吉思汗的这个后裔、啊，后裔啊，没错，曾经远征到欧洲，现在远征到金门。哇，身体碰撞，哦，造成了。犯规哦，而且要罚两球。蒙古国立大学的这个进攻了，造成云南师范大学一个防守的犯规哦。防守侵略性也非常够哦。对，云南师范大学的防守的在外围的压迫性也非常积极啊。哦，几名个头非常大，而且体型非常壮硕，但是不因为如此，他们就没有做这个积极的外围的这个防守的这个压迫。两次罚球都罚进了，也很快的把握住。蒙古国立大学暂时领先。蒙罗巴塔已经得到了五分了，又抓到了篮板，然后交出来给明基十一号，很稳哦下盘。对，抛投又判断了。在三对三看起来。就是反而下盘重要哦，就非常重要，一位数量，因为你都是在蹲，然后在蹲的过程中对抗，然后再来就是快速的移动，左右横移，习惯用上半身打球，可能没有占太多便宜。对，其实这个是最累的了。其实直线跑步没有那么累，横向的这个推跟这个对抗。哦，这个虽然两个人看起来是静态的情况下，但那个用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多的、啊，而且这种对抗会造成你腿部、啊、非常的酸呢、啊。拉手犯规，这个犯规是已经来到第六次了、哦，所以下一次呢，到时候云南师范大学呢就要来罚两球，两边都一样，都犯规蛮多的。哇，过了不错，用速度取胜，好球。这是袁梦，李梦娇第一次得分，刹车，突然跳起，好，云南也开始抗衡，对，落后五分而已。陈瑶转身被拉下来，没有犯规，拼了！八号的这名球员呢，他说他曾经在2016年到台湾呢参加五人制篮球的国际赛、哦，这个球真的是打到球，哦，这个、判的也没错，判的很没错，好、哦，判的没错。陈雅，十二秒为例。云南师范大学进攻十二秒为例，气喘如牛啊！是云南师范大学很累啊，对对。我还好，他们也是身强体壮，很快的恢复。这是十三号秒双挡，对，又是一个阶梯。进！哦，蒙古这个战术用的非常多，一个外线的跳投、哦，利用这个持球的掩护完之后，再接一个阶梯掩护哦，双保险，让这个外围的射手可以跳投。明基也投进了，到四分。
五国立大学一个精彩的一个防守，造成了云南师范大学的一个受非受的是一个失误，受掩护哦。目前比数呢是13-6。由蒙古国立大学暂时领先，看来他们对三对三哈规则了解，而且训练的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固定这种制造空档的这个打法，默契也都非常好，一个暗号之后大概就做出来，机会是制造出来了，可惜球没有放进。陈瑶没有，篮板又被十三号欧巴马塔。自己身体掩护上来差一点，哎呀，陈瑶小心，还好，赶快用外线来堵堵看了。有 long rebound， 其实还有时间。云南师范大学再度握有球权，陈雅都差一点，都差一点，哇，真球实，犯规现在都要罚两球了，所以要由蒙古国立大学来罚两球。都是推挤拉扯，很多。通常在后面那个人比较吃亏了。罚球两次。陈瑶现在下场也喘口气。两次的罚球。两次都没有罚进。我拼命防守。篮板跟上去，罗飞，可惜。非常精彩的一个进攻篮板是最好得分的方法，可惜球还是没有放进哦。一对一的对抗，哇，动作大了一点呢，罗飞。这个切入呢，再度造成了云南师范大学一个防守的一个犯规哦。也习惯那个蒙古，蒙古也习惯，他完全不怕你。对，这个、也是我们云南师范大学的。他被打完，他还是气势非常高昂、啊。对，还是针对球哈、啊，他要去抢球的。对，跟他意思就是说，裁判，你这个球不吹，我还是可以，我还是要继续打的。对，没在怕。回去或许他罚球可能会多练。哇，又被十三号补进这一球。哇，你看蒙古队这几个女孩子多么凶悍啊！而且他们其实针对球，而且对、针对这个比赛的规则来走，空切好球，罗飞，罗飞要外线哦，然后自己往里下手，大吼一声，罚球也是一样要罚两球，哇，这有点比较像这种被。所谓哈北方民啊北方同胞哈他们在拼哈，对那种碰撞凶狠啊，罗飞的准度是够的，他应该要多出手，两次都罚进。现在云南师范大学要把握时间了，对，时间不够了，外线球要多投，还有一分二十秒，时间要到了，三秒两秒，好，发生失误是白方的球，好，云南师范大学的机会，对，老师已经创造出来了，怎么样？罗飞有多一点出手的机会，哦，一分十七秒，你必须要投进三个外线，哦，能够连追六分才有机会进入到延长赛啊。陈雅真的投外线，要投了，没有办法了，对。十八张火把一，哦，继续啊，这个多远都要投了，都没有办法。大学再度把球权给要了回来，陈瑶往里切，对对，有了个好球，可惜还好，啊，篮板没办法抢过蒙古，转身有了，哇，被蒙古拿到，在场上不停的吼叫 ，Minji。拖时间看起来哈，对，吴大学在拖时间了。这一球有点的要定掉哦，这个时间的把握性非常好。十三号的欧纳巴塔得到了17分，得到7分，哇，拼了，真的拼了，哦，差一点点，精神上是很棒。对，当然以多打少的蒙古更不客气了，对方伤口打造成了篮下一个空档，16-8。哇，脸又被烧到，鼻子很痛哎！哇哟 ，Minji 18-8，这场比赛 Minji 投进了两个外线。云南师范大学呢，回场最后的3.6秒，蒙古国立大学哈，应该是胜券在握了哈，所以队长十三号可以到场边休息，他们将打进四强。最后林去秋波，哎呦！云
蒙古国立大学女子队18-8的击败了云南师范大学，蒙古国立大学呢也挺进到了女子的最后的四强。哇，他的球风凶悍漂亮，没错，泼辣，对，都有，没错。哇，我们看到蒙古的国立大学这几位女孩子哦，他们非常享受这一种所谓的高强度的对抗，那他们在过程当中他们不认输，但是也不惧怕。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蒙古国立大学晋级到四强，稍后呢是香港城市大学对青海师范大学，马上回来。时间。